谢谢。接下来呢，这个是四场节目啊，有大家熟悉的演员，有大家喜欢的演员。一会儿呢，挨个给大家送上精彩的节目。在他们出来之前呢，我想跟大家聊几句，或者是唱几句，因为我平时。因为呢，我不参赛。很多朋友都问说：“于云鹏，你为什么不参赛？”因为刚才都这个台下有个小伙子说：“因为你火。”这句话真的是，哎呀！也没有太火，知道吗？没有太火。好了，不跟你们聊了啊，这个给大家唱两句《最亲的人》好吗？会唱的一起唱啊。翻过了一座山，不是嘿，是嘿嘿啊。翻过了一座山，怎么仨嘿呀，俩啊。翻过了一座山，越过了一道弯，撩动白云蓝天蓝，望眼平川大步迈向前，感谢这人间爱传承了千万年，亲邻好友笑开颜，梦里梦外喜悦春光暖，花开山水青山不问是何年，离家的日子又到了冬天，谢谢我最亲的人挂牵，门前的小树他们告诉我这首歌红了呀。我请秦霄贤、杨九郎啊。我们平时也不这么叫的，这么叫也麻烦。哦，那平时叫什么呀？王海。对，王海，就是中文名的吗？这个怎么了？我们说都叫海啊？那么长的名字翻译出俩字来。不是，平常那他前面的都是有原因的，安德烈属于他们家的什么历史？哦，富什么河？伏尔加河。贝什么湖？贝加尔湖。你去没去过这些地儿？你俄罗斯是不是有朋友？我没朋友。你就是个骗子。我送你一句俄罗斯的民歌，希望我们友谊长存。对，咱们稍微紧凑一点，就不用什么都，我就忙着使。明白。来到了这个包头演出，很兴奋。哦，高兴高兴。刚才台底下这些观众，咱都熟。哦，对。那个，海蛎子。海蛎子。大连来的这是。我是这么记得，这是。你叫什么？海蛎。海蛎丝吧。海蛎丝。海蛎丝。嗯。你还有那个吗？各种那个撸铁什么的呢？我认识焦黄，其实就往下走。行，听你的，我提醒你，怕你忘了。我也不一定啊。啊，行，可以，跟着你走，跟着走吧。您痛快就得啊。安格烈尼古拉斯，你就按你节奏来就行了，想怎么使怎么使吧。哇，今天的观众实在是太热情了！哎，谢谢各位啊！好久，哇，好开心哈！我们德云社来到了包头录制这个团综啊，是，也看到了很多。
刚刚就呐喊了你们哇老七，然后你告诉我你我好黑呀、啊。哎，行吧，这大伙都欢迎您，确实很高兴、啊。是，也啊啊啊啊啊啊！确实很高兴、啊。是啊，哦，哎，这个大哥，这个白帽子认识。哦啊，他叫查苏图。查苏查苏图。哇，好像。哦，这是查苏图。八。说实话，我们昨天也接触了一些蒙古族的朋友。哎，我们玩了一天呢，玩了一天特别开心，高兴。我确实，刚刚岳哥也提到了，嗯，好多我们也需要记住人的名字。哎，他叫岳云鹏，对，比较难记啊，确实比较难记。我也记住几个啊，叫有个叫坦克斯，哦，我在呢吧？你看看，还有一个叫海蛎子，海蛎子。有一个，这是大连来的吧？这事儿，我去，海蛎子干海蛎子，什么海蛎丝？海蛎丝，来了吗？今天来了吗？没来哦。上哪儿去了？有演出。啊，有演啊，他演出，他演出去了。啊，好家伙的，挺开心的。没记住我们。啊，挺开心。有呀，这嘴最碎的一个。他是因为没挨你打，所以没记住你，知道吧？嗯，其实很开心了。来到包头呢，我们真的能感觉到这边的朋友很热情。哎，对，但是我们上台来一般啊，都有一个小规矩啊。什么小规矩？得介绍自己。哦，自我认识我，但也有不认识我。哎，有熟有不熟的，得说一说。好啊，我那也有记几个人的名字。你先等一会儿，不是你嘴里有海蛎子是不是？你嘴里的你是喜欢这个吗？什么叫记几个啊？就都这么说嘛，我们那嘎都这么说话啊，就自己个儿，东北人嘛，这么人嘛、啊，对不对？我有自己个儿的名字哦，自己个儿名字叫什么名字呢？叫喜消闲了。哥、啊，你看，好好。啊！没有想到我在包头还挺有名气啊！可以。哇！我以为你叫鞠躬下台呢，我以为你、啊。其实我挺想跑的，啊，蹦一个让你啊，这是我自己的名字了。哦，那他我旁边这位也有啊、哦，我也有名字，也有自己名字。那当然啊，他的名字也比较有名气。我还有名气，很多人都给他起了个小外号、啊。外号？对啊，叫一线天，知道吧？也是有年头没人这么叫我了，是不是？是啊，就说我眼睛小一点，很亲切，眼睛很小。哦，但有自己的名字。那当然了，叫杨九。哎，谢谢各位，谢谢各位，回来。谢谢各位，谢谢各位。哇，很有名气。对，我有个蒙古族的名字叫杨秋朗。谢谢各位，谢谢各位。能跟你这，你像你这个方式谁都有，我叫秦霄贤啊。哎呀，你就拉近距离了，是吧？是来到包头演出呢。嗯，我们大概演了两场了。哎，对，上回演一场。对，上回演一场了，这都能感觉到，嗯，这个包头的观众朋友真的特别热情。哎，他好客，所以我也是我自己是第一次来包头。哦，头一模。对啊、我就觉得应该多交一些包头的朋友。包头的朋友，我这人爱交朋友，是吗？就拿我来说吧，嗯，我也不往大了说啊，我的朋友啊，遍地都是。对。行，剧场里都是喜欢您的观众，爱交朋友。哦，哪儿的朋友咱都有。你平常工作之余啊，平常在家里待着，我手机都不闲着。怎么着？手机一直响。有五湖四海的朋友，我打电话叫我出去吃饭，哦，老喊你，拿起手机了。嗯，沈阳的。哦，电话响了，叫我老家呀。是，接电话，接吧。干啥呢，铁子？铁子，来呀，别搁家撅着了，撅着，出来撸个串吧。哎，对，沈阳人爱吃串儿，对不对？嗯，这电话刚撂下，没时间。是，一会儿电话又响了，又来一个四川的。哦，四川也有朋友。朋友哦，干啥呢，铁子？对，出来吃火锅啊！这是四川朋友吗？这个广州朋友打电话了，广州。干啥呢，铁子？哎，出来吃菠萝包啊！对，所以咱哪儿都是朋友。您不是哪儿都有朋友，您是哪儿都有东北朋友，您这个。
朋友多吗？东北朋友遍地开花，哪哪都有朋友。嗯，我喜欢到当地交朋友。哦，走到哪儿了，这都有朋友。你说实话，人家款待也多好啊。风土人情体会一下。就咱啊，啊，不光国内有朋友，国外，哇，全是朋友。干嘛？你要扔飞镖似的？国外哪有朋友啊？当地朋友，当地全是朋友。不是，您等会儿，咱等会儿。我说你，我问您，国外哪儿有朋友？俄罗斯，俄罗斯。哪儿？俄罗斯。嗯。我昨天晚上练一宿啊，在床上，还是失败了。行了，好了，行了，一会儿吐了啊，就是俄罗斯。哎呦呵，是吧？啊，俄罗斯，再朋友。真的，我这个朋友很特殊，怎么个特殊法呢？他有钱，什么东西？有钱呀、啊！哦，这是什么人交什么朋友？你这玩意儿，你这爱交朋友吗？还是不提了？爱交朋友吗？嗯、哦，这朋友怎么称呼？怎么称呼？叫什么呀？安德烈，安德烈，哦，尼古拉斯，赵三儿，跑错剧场了吧你们？我是在包头哈。对对是，我们感觉在东北呢，感觉。尼古拉斯，弗列斯蒂夫，伊万诺夫，行。对，要不您再说一遍，好不好？就他，哦，就他。我刚才以为您在剧场点名呢，我刚才以为，就他，真的。在您在俄罗斯有这么多朋友？什么叫这么多？就一个人，一个人。哦，这是一个人，这是一个人，这是一个人。对，安德烈，就他。这么长的名字啊？这玩意儿给上户口吗？这玩意儿，这人家那边就这样。哦、oh, ，大家族啊，大家族他们会把这个姓氏写的全都放全了，把姓氏全写上，都写上，都罗列起来。大家族都这样。你没有俄罗斯的朋友，你不知道，懂什么呀你？就你有。但平常呢，咱实话实说，他这个名也太长了，是不好记、啊，不好记，我们都不叫他这个名。平时怎么称呼啊？王海儿啊啊。叫什么？王海儿，你得有儿化音。王海儿，哎，这个名字怎么这么像一个中文名字呢？这个王海儿，平常一高兴就海儿啊，就这么叫。这么长的名字翻译过来就是王海儿。对对，翻译过来就王海儿，还能翻译出王来呢。哎，那天给我打电话啊，你给我打电话，邀请你吗？要叫去俄罗斯。哦，说带我去他那有个庄园。哦，趁庄园呀、啊？好家伙，我说实话，我也没怎么见过。啊，你没去过？没去过。哦，就是去吧，那是应该看一看。买个机票，哦，买个机票。嗯，本机长去了，坐飞机去。你去过俄罗斯吗？我没去过俄罗斯啊，没有。我跟你说，你去俄罗斯这一路啊，你都感觉很神奇，神奇，很神奇。你什么东西你没有见过？它那个飞机的样子，它不一样啊。哦、飞机就特别，那飞机一个大呀。你说你模样跟机架似的，你说你那模样。就你平常咱见着飞机不是白的，嗯，也就这色了，白色、啊、白的，对对不对？有卡通的，俄罗斯飞机不一样，他们那什么样啊？绿色的，绿色的飞机啊，嚯，那还真没见过。上了飞机这都不新鲜、啊、哦，空姐，嗯，最好一个空姐啊。兄弟，老毛病又犯了，你这玩意儿，好看哦，漂亮，好看吗？大高个儿，哦，个儿高。比你高，个儿比我还猛呢。比你高，你多高？我1.82米啊。他得1.90米了，他得。不，你看那是王九龙吧？那是。提王九龙了，妈呀！1.9米大空姐啊！1.9米空姐，我的天哪！长漂亮，白呀、啊，盖儿白。你先等一会儿，你要跟谁告白？我跟谁告白干嘛？盖儿白？什么叫盖儿白呀、啊？就跟奶盖儿一样白，盖儿白。
你没学过这种形容词吗？盖儿白，这是陈言陈语吧？这是好的。盖儿白，嗯，眼睛不是大啊，眼不是大，真大。可是个人眼睛都比他大。对，去。啊，您那拿我当柱子干什么呀？腿啊，倍儿长，倍儿长，比你长。不是一米九，可比我长吗？那出去打打这就分叉了。对，你先等一会儿，你先等一会儿，你先等。空姐儿这腿打这儿就分叉了，这满飞机跑圆规是怎么这事儿？我行了，哎，好嘞，好，行。你一米为半径是吧？啊、嗯，好，嗯，这活要使一半，他就是个好活了。嗯、人还没使完呢，还有啊，现在使一半了、哦哦。好家伙，我停不了了。嗯、推那个餐车呀，哦，推餐车，起飞之后推餐车，留神扎着一会儿啊，状态状态。你看起范儿还，给这个乘客呢提供服务，哦对，客舱服务，花生饮料、矿泉水了，先等一会儿啊，先等一会儿，兄弟，等会儿，弟弟，粘苞米了啊，别粘苞米。别你拦人都这么大劲儿吗？好的，这圆规不禁扒了，你看没有？等圆规没扎住，刚才你先等一会儿。您这是飞机，这不是火车吗？还是绿皮？我说绿皮飞机呢，刚才。这都不是飞机，兄弟，啥也不懂，我不懂，那能叫？还绿皮儿的，那叫绿皮鸡。我知道脆皮鸡，我知道，还绿皮鸡，这飞机是不是 K 字头的呀？这个我就啊，哎啊，您就说您坐火车去，我们不笑话您。就是飞机，气死我！没没，不，咱不抬杠，坐飞机去的。嗯，飞机起飞了啊，圆规服务啊。嗯，没多一会儿呢啊，就到了莫斯科了。哦，你们飞机的时候不画圈是吧？啊、哦，到了莫斯科。嗯，我朋友哦，安德烈怎么着？尼古拉斯·菲罗纳尔多内马尔，姆巴佩，内马尔，给秦霄电话一下，凯文德布劳，你来我大俄罗斯，实在受不了，先等一会儿。先等一会儿，不是这帮人是要接你，是要闷你，是要不？怎么这么多踢球的呀？他叫啥来着？哦，对对对，你看，对对，安德烈王海，对对对，好了，安德烈王海，安德烈海，人开着车，已经在机场门口等我，擦擦汗吧，在门口在这等着我。嗯。怎么揣着手就得？俄罗斯冷啊！哦，动手就揣着点。哦，行。我打机场门口出来以后，嗯，见着我了，嗯，倍儿激动。哦，高兴了。哎呦我天，你干哈去了你？哎呦我妈！我先你给我冻嘚嘚的你。行了，别行，暖和暖和吧。等我问。他们要冻撅过去。行了、啊，不是我问问你，不是您这俄罗斯朋友怎么说话东北味儿啊？你干啥呀？怎么这味儿啊？他找了一中国的家教，这个家教是不是阿成的呀？这家教，什么嗯还嗯呢？不是花点钱请一好家教不行？他为了能方便跟我沟通嘛？哦，就没有距离，特意学了东北话，我东北人嘛。哦，学这个，你干啥去了？行了，你来我这儿了。嗯，我给你安排了，还安排了？你看听听，安排了。你嘛，嗯，去那庄园看看。哦，这。才去庄园，这领着我就去了。哦，该休息休息了。到了以后，好、嗯、家伙的，就那个地方，就怎么给你们形容？就那个地方哪大什么老么大了啊？就哪大，行，听明白。进去以后啊，黄砖满地，旁边小绿化。哦，人庄人还有自己私家的喷泉，自己修建的喷泉。我朋友。安德烈王海过来跟我介绍了。哦，海白来了，看看这个，嗯，这就是我的私人庄园了。哦，我就问你，嗯，哈拉哨不哈拉哨？那肯定哈拉哨啊，那
肯定哈拉少吧，哈拉少的意思就是好不好，我都我知道好不好啊，好的意思，嗯啊，看儿子啊，我说哈拉少往里走吧，人家你个大楼梯啊，咱上去以后大楼梯有俩小门童，哦，迎宾的，嗯，小门童啊，穿的倍儿红啊，红门童往上一站，还跟我打招呼呢，说什么呀，您哈拉少，你先等一会儿，你先等一会儿，就是俄罗斯的单词，你就会一个哈拉哨是吧？你就敢闯莫斯科，对吧？啊，你等我，你没，我怕你听不明白。家大人放心不放心？他听不懂啊，您就跟我说中文就行了。您好啊，您好，我都没理他。哦，没理他，咱属于客人啊，对不对？进来以后，哎呀，找餐厅，里面什么景象？给我们形容形容。哪大哪大？对，那桌子，嗯嗯，哪长哪长的，呵。什么场过来跟我说你点菜吧，啊，我就我客人我点，是吗？点菜，我说你这什么都有吗？啊，行不行，来菜味道怎么样？我来个，来点正常的吧，嗯，来点，对，那个给我来个牛扒吧，牛扒，哦，西餐都吃牛扒，牛扒那个，哦，行，那个您来个七分熟的呀还是个五分熟的呀？啊，你跳一跳，我来个一分熟的，这玩意儿能吃吗？这个不是先生，这一分熟我们不太会做，我教你啊，怎么着，你牵头牛过来啊，片下来一块肉放桌子上，拿手电筒照啊，干嘛做理疗来了，是怎么着，这是照完你就啃，你要觉得这个不够新鲜的没有关系，怎么办，抱着牛啃，对，干嘛你作死了，是怎么着，这事这牛一会儿坐下怎么办，这牛那，哎，牛还叫呢，还叫呢，疼，哎，行，您别这么吃了啊，吃吧，嗯，到了俄罗斯我觉得最重要得喝酒，哦，尝尝那个 Vodka 是吧，是谁，啥，就是 Vodka 说中文，就是伏特加，说伏特加呀，伏特加还急了，说伏特加呀，伏特加，对对对对，那个特别烈，嗯，我们这边正喝着呢，喝完了以后，嗯，哥们喝着特别开心，高兴了啊，嗯，哎呀，嘬气管里了是怎么着，这是行不行，什么东西叫名，行不行，我要消炎呢，我以为要行不行，消炎啊，还真是行不行，行吧，嗯，今儿喝个高兴，我给你表演个小节目，干嘛呀，给你来一个俄罗斯的民歌，哦，俄罗斯民歌，嗯，卡秋莎，啊，他还会唱卡秋莎呢，也对，哦，过来，奏乐，哦，还有过门，这边音乐就响了，来吧，哒哒啦哒啦哒啦哒哒啦哒哒哒哒哒哒哒啦哒啦哒，库勒蒙塞，库勒蒙哈，库勒蒙斯里蒙塞哈，库勒蒙塞，库勒蒙哈，库勒蒙塞马提库勒蒙塞耶，这一组，别唱了，不是您这是俄罗斯民歌啊，这是内蒙古黑怕，这呀。